祖孙种田，斗风古望，代代传。这一年特别丰收，就因为知识种在大地上了。农机开路，芝麻开花节节高。日子是越过越好，芝麻开花节节高。乡中养鱼，年年有余，四季收。集中上养鱼，首先它能解决一个反季节供应。今天的节目，请跟我们走进安徽太和，致敬勤奋，庆祝丰收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干杯！金秋大地，丰收礼赞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生财有道》，我是总台央视记者贾杰东。今天呢，我们是来到了中国大豆绿色高产示范县和生产基地安徽太和。看我身后啊，这有千亩左右的这个大豆种植区，还有20天左右吧，就要成熟了。我们太和当地的乡亲们啊，正在摩拳擦掌，在为丰收季啊做着准备。给大家介绍一个人，你好，你好，徐从祥，徐老，是咱们2014年全国首届十佳农民，对吧？是的，是的。是的而且徐老还有一个外号，种粮状元。哎，这个外号徐老是谁给您的？是2011年前后啊。咱们搞小麦玉米大豆高产攻关，我的小麦亩产超千斤，并且出现亩产超700公斤甜味，我的大豆啊。平均亩产超200公斤，高产甜味，每年都有超300公斤甜味，因此送我外号叫做粮食状元。可以说，在这样种粮状元的带动下呀，我们周边很多的老百姓粮食的亩产都上来了。对，这状元不用学，人家咋说咱咋种。这边这些玉米和大豆都种在一起，这是新的科技，玉米大豆带着复合种植，高标准耕田，显著增产效果。走。咱们到里面看看，两边是玉米，中间是大豆。我们把玉米等于伐掉了，这些伐掉了以后种大豆，那这样的话玉米不是减少了吗？它会减产吗？也不是，合理增加米种。这个玉米啊，一般咱们种4000株，这我们种8000株，这包子仍然很大。玉米不减产，到时候一大豆。你看我这玉米长得没有土地了，没有土底儿。对对，从此下不去水，没有缝给你。大豆你为啥丰收来呢？大豆密度也高，田野通风透光，这要你田间立体种植，也就是说我们种的结果，玉米不减产，多收一大豆，就是做给群众干，跟着带领群众干，帮助群众赚。我们在这里看过去，太和县的大豆那真的是一望无际。您能不能跟我说说咱们太和县大豆种植情况呢？我们太和大豆啊，这一年这个面积全省第二，这个产量全省第一，每年都种100万亩左右。像我这个千亩10万袋，今年平均亩产超200公斤，高甜甜味，亩产仍然超过300公斤。咱们不信看看，这我这一个太亩6号，你看种下结得很密。对对对，你看大豆丰收三年包，粒多粒大籽粒薄。看到了吗？这是4粒儿的。对，三粒加，这四粒加，四粒加三粒加相当多。这太亩6号，咱选了一个高蛋白大豆，在这个种植比较普遍，是咱们亲自选育一个大豆新品种。就是我们自己的大豆品种是吧？对，2014年鉴定的。哎呦，这可真是把饭碗端自己手里了。对对，是我们当地一个主力品种之一。以后农业也是高科技产业，是个年轻人的天下，是年轻人天下。那我听您说这个意思，您这片地也有年轻人在种了。我这是我孙子大学毕业过后，以前有大管理。徐从祥的大豆基地呢，是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与集成示范基地，在这里啊，可以说智慧农业与大豆高产高度相关，年轻人的参与更是关键。我身边这位啊，就是徐老的孙子徐旭东。那旭东今年不到30岁，不到不到。那你今天到咱们这片豆田来，要做什么呢？今天呢，我们因为这个大豆现在正在鼓粒期，这个豆粒慢慢就会鼓起来，所以现在它正需要水肥的时候，我们因为近期也没怎么降雨，所以我们及时的通过这个现代化的智能设备呢，进行补充水肥。这边是差不多2-3百亩，对对对。你整个要施一遍水肥，以前啊全靠人工的时候，大概要多少人做多长时间？以前靠人工的话，可能还要掰管子，还要扯管子，
哎呀，五六个人可能要搞十多天都不一定搞定。那现在像你说的用了新科技的方法，大概用多长时间？现在高效了，我一个人就能搞了。一个人？而且一天就能搞定了。大家可以顺着我的手看一下啊，这样有一个像架子一样的东西，是吧？一跨五十米。一跨五十米，现在有四跨，差不多200多米的这么一个架子。它叫自走式水立体喷管机。这边是把水抽上去的，抽上去顺着管道就走到了这个喷灌系统里面，开始喷水了。现在我们只要摁一下它就可以走了，是吗？对。那我来操作一下吧，我摁这个熔炼就可以了啊。启动。哎呀，它真的往前走了耶，这一片鱼要过去了，真的特别的壮观。因为现在我们看过去哈，整个从这儿到那头大概有好几百米，完全覆盖，好像真的下了一场雨一样。但是旁边的那个柏油路一点都没有湿，就在这片小区域内用这样一个设备实现了人工降雨的效果，而且还可以往里掺肥料，真的棒。可以看到我的身后这一片雨雾蒙蒙，我们人造的雨正在向前飘去，飘到哪儿呢？好像就是飘到那边那个边界，是吧？对，那边还有一座。对，它有两个不同的试验区域。两个不同的试验区域，所以有两台这样的设备。对，像咱们田里的黑科技还有什么？我采用的还有智能化的滴灌设备。滴灌啊？对。可是滴灌不都是应用在比如说蔬菜瓜果这种，应该说是它效益比较高，所以我们才会用滴灌。它，你能保得住成本吗？像我们智能化滴灌的应用呢，其实它还是直接投入要达到200-300左右。那么猛一听可能就是投入比较高了。其实到后来我们通过节省了人工，节省了肥料，然后提高了产量，算下来还是省钱的。这采访过程当中突然一阵风吹来，我看这天要阴呐。现在我们这个地里需要雨吗？马上要丰收了。需要雨，有点旱了。有点旱了啊。对对对对。现在来场雨是好事。正好，及时雨。及时雨。哎，你看我们在这里采访的时候遇到了及时雨，但其实你的回来对这个家族来说也是一场及时雨。回来农村当农民，你这个大学生你是怎么想的？在一些影响下，我和父亲相继的都，我们都开都从事农业。我小的时候，试验田就是我的游乐园。对，从小在试验田玩大的孩子，现在回来继续搞试验田。对、对。只不过当年的试验和现在试验已经不一样了。在那个时候，可能就是主要还是增产。那么就现在来说，我们一个是增产，第二我们还要提质增效，还要使我们这个粮食的品质啊也要提升上来。多种粮还要种好粮嘛，要卖得上价格。老爷子听他这么说自豪吗？非常美。就是我们这家庭啊是个家庭农场，又是国家农业科技创新基地，很需要有知识有文化，特别是新一代年轻人。这一年特别丰收，就因为知识用在大地上了。知识用在大地上，这句话说得特别的好。把知识用在大地上，正是当代农民种田的丰收保障。据了解，太和县全县有粮油作物种植基地97个，像徐从祥这样以家庭为单位种植粮油作物的家庭农场合作社共442家。丰收保障了大家的收入，更是激发了当地农民投身土地的积极性。各位，我现在是来到了太和县高庙镇的镇友家庭农场。这个农场的马镇友啊，有个喜讯要分享给大家。是什么喜讯啊？这个喜讯也就是说，今年专家来我这地大脚子麻地的壬酸无碘测产达到了420多斤，创了11年来的新高。11年来安徽省最高产量是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嚯，那你这个400多斤是个什么概念？普通的芝麻大概是多少？这个普通的芝麻正常情况下也就是200来斤，咱今年呢用一个新的方法，好的种子创下了最高。所以说你非常高兴，就这个是吧？对对对对，这个是一种新的这个芝麻品种。对，你看这个上面结满了芝麻粒，真的是，就是光看这颗芝麻就能想到它的生活是芝麻开花节节高。
这个镇友家庭农场有多大的地块？这一片大约有二三百亩地是连片的。都种的什么呢？种的有大豆、玉米，同时我种了有150亩地的芝麻。这个马镇友种芝麻到底要干什么呢？嘿，我们给大家准备了，来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就是咱泰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旧县马场麻糖啊，对，香酥可口，旧县麻糖不沾盐。哦，对，逢年过节的时候这是送礼的佳品，对，麻片。都是用麦芽糖做的，哦，真好，麦芽糖蘸的芝麻，嗯，对，这销量都是挺好的的。所以你看，在咱们泰和啊，芝麻有销路，为什么？这些小吃，对，基本上都用到了芝麻。包括这几年价格都比较高，8块多钱，嗯，这一亩地相当于3000多块钱。咱们厂子里面一年都得需要20多万斤芝麻，这批周边的都不够咱用的。马镇友家庭农场的小路上呀，摆满了一排都是他的农机农具。给大家介绍介绍，老马，这都是干啥的？好，我简单的介绍一下。嗯，这个就是咱的粉碎灭茬机，这个就是旋耕机，这个是什么？咱芝麻宽窄和种植时候除草机，这个是芝麻的播种机，这个我认识。对，农用植保无人机。对，而且我看你这有两台。对对对，原来家还有两台呢。这就是在不断的补充着的。差生文具多，你说你这个农业的优等生怎么也有这么多的农机具啊？每一次去出去学习的时候啊，看着别人有好农具就想买，懂了，没少花钱吧？那是没少花，挣的钱除了供养家庭啊，这基本上都来这上面了。农机发烧友，我算是见识了。这位是这个马镇友的爱人嫂子，他这一天一天的买这么多农机，这您愿意啊？不愿意，他有时候挣点钱，他都能买农，不是买农机，买种化肥一类的，啥都买了，也不告诉我，也不知道。俩人因为这个事儿生气吗？老生气了。你看，尴尬的手指在这儿摸着叶子，那没办法，买是要买的。咱现在科技发展的快，这个种田你种的也多，不像原来4亩8亩的，还得你现在不用这现代化的耕具，根本也不。忙活不了。你现在有什么新的计划？新的计划想要再买点啥？确实是很想再买一个，像现在的那个大型的收割机，那高械量的，它收的破损率又少一点，积存率少，那样的没不相应的也又能提高你的亩收益了。那得多少钱？那不现在都是20多万，这个再不商量就不合适了。20多万再不商量就不合适了，批不批？买吧，叫他随便他干吧，你又管不了。这日子真是越过越好啊！对，这日子真是像咱这芝麻一样，最近日子是越过越好，芝麻开花节节高。各位，我现在是来到了泰和县的有机粮庄，这个地方啊，也是一个农业园区。陈金良是咱们有机粮庄的负责人，他说我们2023年的全国十佳农民，听说您这儿是7、8、9月份有一个产品要丰收了，是吗？是的。是什么东西呢？我们的鱼啊。鱼啊？对。在哪儿啊？我这没。这在箱子里面。哇哇，我看看这是什么鱼。哟，鲫鱼。哇，都特别肥这些鱼。这看着这汤就特别好喝。这鱼身上的鳞非常的干净光滑，真的一条也抓不住。我抓到了一条小的，哇，看它这样来回的蹦蹦跳跳，所有的鱼出来，哇，真的是有一种丰收的喜悦。但这鱼怎么都从箱子里出来？这是拉来装到箱子里再往外出吗？投苗的时候就在那个箱子里面把苗投完了，然后整个那个箱子里面把鱼养到客户需要的规格，然后再出。箱子养鱼啊？对，箱子养鱼。这里面就都是鱼？这里全是那个鱼。哇，这大玻璃幕墙，这不就是个水族馆吗？这是专门给那个参观这个设计的，然后我们还是一个3A级的旅游景区，里面养的是鲟鱼。这种鲟鱼其实它对水质的要求非常高，而且我仔细观察这个箱子的底部，它白白的，
你看很干净。哎，这鱼它吃不完的饵料啊，它的粪便，这是在里边它去哪儿啊？你看这有一个那个斜坡，上面那个进水，然后呢，我们这个地方专门特殊的设计，对，特殊的一个设计。它整个箱子是斜的，对，底下就是说有脏东西，它就顺着这个地方啊，对，还顺着水流。这里有鱼马桶，所以这个鱼马桶就把那个鱼的那个排泄物就给它排掉了。所以这里面很干净。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？这里边水是个循环水。是个循环水。我们上学的时候，上小学的时候，是不是都做过一个箱子，两个口进水，一个口排水，什么时候能装满？哎，说的就是这种箱子呀。那我在哪儿能够近距离的看到里面？想看是吗？啊，想看。走。走上来就发现啊，集装箱全部拼在一起，上面就成了一个平台，在这儿就可以最直观的看到鱼了。看我前面这是一个口，这个口平时是观察口、投料口。对。哇，这鱼活性太强了，很有劲儿。这里面是什么鱼？鲫鱼。鲫鱼哈、啊，还有点小。这一箱里边能养多少鱼？2000多尾。您这一片有多少个集装箱？这里有40。加在一起有90个。为什么要用集装箱来养鱼呢？我们太和这边是没有大的水体养鱼吗？集装箱养鱼，首先它能解决一个反季节供应。鱼也有反季节吗？有。每年在夏天高温的时候，全国是缺鱼的。比如说在我们那个华东地区，大概可能4、5、6月份可才给投苗，就是7、8、9月份它还没长好，7、8、9月份还在生长期。这里面的水，您的意思是可以实现温度控制？不但可以实现温度控制，包括它的氧也可以恒定在一个标准程度上。还有水温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鱼的没有土腥味儿，它的肉质的那个体脂率是很低的，就是口感很鲜甜。所以我们这个鱼现在市场上的反应怎么样？供不应求，就是很多老百姓的复购率是很高。经过一天的忙碌呢，太和县又迎来了一个秋风送爽的傍晚。那今天呢，老陈制作了一道又一道的用集装箱养的鱼制作的鱼宴。哇，今天请来这么多人，我必须得问一下了，说是有致富能手，是不是也有重量大户？有重量大户。今天在座的重量大户能举手示意我吗？嚯，这么多，真棒。您种了多少？我种了1600多亩。种的什么呀？玉米、大豆、小麦都有。今年的收成怎么样？收成很好很好。今天我们准备出来的这一道一道的鱼宴，看起来是一次舌尖上的盛宴，但其实呢，也是我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恩和这个对丰收喜悦的分享。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咱们也去尝。好，好不好？ 好，我们也尝尝。这么多道的菜，其实都是用咱们集装箱的。这是我们自己的养的那个鱼做的不同的那个产品，还有不同的那个口感和不同的那个做法。那要是想吃出就是鱼的口感有什么不同，恐怕得有一些特殊的菜吧。食材的味道就是要做的简单一点，比如说清蒸的。各位，我来打扰一下，已经开始吃了是吧？开始了。怎么样，吃的味道好？味道很好。味道很好。那我得试试这个清蒸的鱼。这草鱼一般不用清蒸的方法，因为很怕它有那个土腥味儿。哇，味道怎么样？哦，没想到哎，真的一点腥味都没有。就是那个加了点盐，放点那个葱姜，直接蒸就行了。淋了一点油就行了。我之前抓完那个鲫鱼，那个手上一点味道都没有，所以蒸出来再吃，它也是没有完全都没有腥味。味道非常鲜美，那清蒸草鱼已经很好吃了，这个清蒸的鱼更好吃，口感比较那个细腻，让它不散，对吧？对。你看，鱼米满仓。好，让我们把丰收一口吃进嘴里。徐老，很好，怎么样？好不好吃？很有味道。很有味道，这可是两代全国十佳农民今天聚在一起啊，非常榜样。哎，这是榜样。现在来看，我们的这个项目已经非常成熟了。那么在全国有没有推广？有，我们在安徽的那个黄山，在合肥，我们在延安，在延安也有啊。对，还有在河南。嚯，这个项目已经可以说是推广造福更多人了。
是吧？造福更多的农民，让大家都能够一起丰收。各位各位，我以水代酒啊，提一杯。今天呢，感谢大家的到来，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丰收的快乐，同时也感受到了团聚的温暖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画面去看看全国丰收的景象，也让我们共同举杯致敬勤奋，庆祝丰收，好不好？来，干杯！金秋大地，丰收礼赞。这里是广西桂林临桂区宛田瑶族乡，让我带您看丰收。前一组的他这应该得了十几万，我觉得他我搞得非常好。金秋大地，丰收礼赞。这里是山东省新泰市，让我带您看丰收。一年产一万五六千斤吧，现在的价格也挺好的。我常年收购咱们这片的独乐乡六个村的各种栗子，一年收购量在五六百万斤，发往咱们中国各大市场。